几率很大，就是就是这样子。那不是你是你一开始就没有消干净，已经我那个氯化汞已经是2%了，是吧？1%。它的时间很长。很长了。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，它是那个消毒，它是一个接触消毒，接触表面接触消毒的一个消毒的机理。嗯。那你这个如有。